说有一个问题。他说你出道那么多年，那应该有一些好朋友啊，最近都还有联络。八千姐，好。问我好不好，关我屁事啊！彭佳慧被问黄家千婚变眼神死，当场哼两句歌词，关我屁事啊！有一种想见不敢见的伤痛。听说爱情回来过的经验吗？没，都不能回来。还有没有哪边要点歌的？来，文字的，在写什么？我是想秒杀。这里的秒杀才正要开始啦！金曲歌后彭佳慧五月确诊，康复后依旧铁肺，10月1号将在小巨蛋举办巡回演唱会哦。说实在的，我们好像没有一场没有卖完过，但我们也没有秒杀，不是每一场秒杀都是真的秒杀。不是我的意思是说，我今天要开启另外一个话题，九分几秒。哦，有分几秒，你是这个意思啊？那这洞是你自己挖的，然后你还很生气，我没有推你啊，我要救你，好不好？没有，这是为了帮助你秒杀，我们嘉宾就是罗志祥。喂，麦闹啊，连这头的记者大大都想聊聊风口浪尖的好朋友。你不是苹果说有一个问题？你这怎么乱推了？他说你出道那么多年，那应该有一些好朋友啊，最近都还有联络。你们应该自己去关心他，我们朋友有我们朋友的关系，绝对都不是由我们旁边的人来发言。家务事你问我干嘛啦？哦，我是演讲员。不要生气，今天这大好日子，对不对？我们看一下那个演唱会的名字。Run Wild。怎样？怎样？对。挺好哦，问我好不好，关我屁事啊！谢谢大家。好了吗？对。你好，佩佩，很高兴来这里。他不会很腻，不要抢我话。不是我点的！你看这边看到了什么？这个大楼的角色对我让我很不开心。不开心。拿下你的那个喇叭，玩那个飞机的，砰砰砰砰砰！阿哥最怕的。